那在请评审老师讲评之前，我们先请2001李姿涵同学先请上来准备。姿涵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 Cody 老师帮我们讲评一下。嗨，真，对，你好，所以这首也叫做 Spain 是吗？是那个 Tomo 的 Tioco。OK， 因为我看这个表写 Spain， 我还以为是 Chick Corea 的。我那个就是上个月才刚换歌。哦，你换的，就是选一首 Fusion 的这样。OK OK。对，所以要换歌的原因是你比较喜欢这个吗？就是觉得那一首，就是比较想弹这首啊，对。我觉得很棒啊，这个这一首很你弹得很干净，很就是很 appropriate， 非常每一个 note 每一个音都是对的，听起来是对的，没有什么太多不需要的，然后弹的位置都是完全正确的。嗯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浪费的音有弹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方面，因为这个风格很容易只是弹太多
音太多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想要耍帅的那一种，用喷的。但是你没有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专业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啊，加油。